战将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操盘战将。我现在录影的时刻啊，台积电那边很热闹，只可惜我没有办法到现场去听听看魏哲家对台积电的未来、对 AI 的看法。但我已经哦，有人有过去听了，等到听完之后，我会对台积电的一个接下来的走法跟目标价，我们会去讨论一下。等到共识出来了，再跟各位做报告。台积电，远超市场预期。刚刚最新第四季的营收，估计再增加11%，再拼高。要放鞭炮吗？要开香槟庆祝吗？不用。我看很多人在很介意台积电今天的法说会，然后你们很在意明天台积电的股价，是不是？很简单啊，你看晚上的美国 ADR， 台积电 ADR 嘛，还有我们盘后的台指期数字是如何嘛？去看一下就知道明天台积电的一个走法。可是我对台积电我不是这么看的，我并不是看明天的，我不是看明天的，我是看到明年第一季，明年第一季台积电的位置在哪里？明年第一季大盘的位置在哪里？还有魏哲家今天他对 AI 的看法，他怎么看？他如何诠释？他会不会跟黄仁勋一搭一唱，遥相呼应？昨天我听到很多人在聊艾斯摩尔，我昨天我在我侧标，我把艾斯摩尔无碍台北股市，我把我的看法写在这边给大家看。台积电今天也有新闻啊，哦 ，SML 艾斯摩尔震撼过后。找寻半导体，我跟你讲，什么暴雷啦，什么之类压垮费半，我昨天把原因解释给你听了。所以艾斯摩尔跌16%，你再看到台积电第四季营收预估季增，那根本是两码事情。可是呢，有心人士一定要给他做连结，太有阴谋论了，对不对？但我马上破除谣言啊，我要解破这个迷津啊！你们不要把艾斯摩尔跟台积电绑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分开来，好不好？那是荷兰的公司，这是我们台湾的公司台积电。我们各走各的路。我们台积电接下来在第四季，对未来的 AI、高效能运算、物联网、车用这一块，我跟你讲。我们台积电依然主打那个高位，那个地位没有做任何改变。半导体的王者三星 Intel， 为什么艾斯摩尔业绩这么差，那个订单这么差？因为三星跟 Intel 没有办法跟上台积电。
你买那么多台 EUV， 你真的竞争得过台积电吗？我想三星跟 Intel 他们有自知之明，因为台积电太强了，简单一句话就是这样，太神了。好，我不要去吹捧台积电，感觉好像台积电明天哇股价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，我不做预测，因为我看的是未来，我看的是第四季，接下来台北股市到隔年第一季，接下来台北股市的表现会如何？根据统计，这个我昨天有跟你聊过了。哦，每年的第四季总的涨跌趴数，还有隔年第一季涨跌跟趴数，各位你都看到了，红的比较多。红的来放大一下，这第四季嘛，红的比较多嘛，这第一季红的比较多嘛，是不是？对嘛，在这边底下，对啊，所以我说隔年从第四季到隔年第一季胜率超过九成。你再看到 Nasdaq 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上涨，隔年的一月、二月、三月上涨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你说台北股市会不会涨？会涨，刚好美国、中国都在降息，资金大行情。你说会不会涨？会涨，啊，涨什么问题而已嘛，就是涨什么的问题而已嘛。所以今天台积电开法说会，我认为啦，魏哲家对 AI 的看法应该是正面、乐观，甚至超乎乐观的那一种讲法，那一种论述应该会出来。我们拭目以待。但我不是叫你明天去追台积电，或是去买台积电，那个不用了。我不在意明天台积电的十八号的一个走法 ，I don't care。我在意的是什么？我在意的是 AI。AI 会不会继续主导我们台北股市接下来的走势？你知道吗？黄仁勋之前讲这个太行了，超维苏之峰也在讲大爆发。所以我们台湾也因为 AI 的应用出口太棒了。好，台积电大家都知道了，我刚刚也跟各位看到最新的消息。 OK， 那买什么？买什么？对，现在就是买什么的问题。你要买大型股、全职股，还是买中小型股？我现在我把问题丢给你啊，你明天要去买全职股吗？广达啦、鸿海啊，或是台积电啊，哦，他们都在涨嘛，他们都在涨嘛。你看鸿海来到208啦，广达表现也不错啊，今天再上收盘新高啊。买这些呢，还是买我的标股，还是买我的股票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晚上一定有人会去跟你讲 CoWoS， 去跟你讲 CPO 矽光子这一块，一定会讲这两块。但是各位，我跟你讲，短线上来说啦，哦，你有更好的选择。我的弦外之音你有听到吗？我的弦外之音，我刚刚讲的，对 CoWoS 跟 CPU 矽光子这一块，还是有股票会去发挥。比如说联军，你看到今天联军很强啊，再创波段新高啊，联军呢？啊，我会不会叫你明天再去追联军？我跟你讲，你有更好的选择，你有更好的选择，我可以给你新的股票，我可以给你会大涨、会涨停板的股票。重点是你愿不愿意接受，你愿不愿意来拿我的股票？昨天我好多股票涨停板，昨天大跌281点，连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的选股，连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的选股。我告诉你，我接下来的股票还会给你很多的惊喜，还会制造更多的惊奇。为什么？因为黄仁勋又开口了，黄仁勋又讲话了。昨天他在联想的一个发表会，他谈到了
机器人。他谈到了机器人，他甚至用一句话，来诠释机器人。什么？对，你车标上面看到的，黄仁勋高呼。这句话不是我讲的，是黄仁勋讲的。他说 AI 的本质，也就是人工智慧这块，你不管人工智慧的应用面，它会有很多啊，你 OpenAI 的啊，你 Sora 的，或者是 ChatGPT 等等的，有好多 AI 的相关的科技产品、衍生性产品都有出来。可是呢，他认为 AI 的本质 ，AI 的最终本质就是机器人。一针见血，所以你看到今天，各位，这支股票，我今天松了一口气，你知道吗？终于，因为在LINE里面的人，LINE群组的朋友们，你们很担心。其实我的股票很多人都在追，除了追踪还有追买，尤其在这一天买到的，这两天买到的人好紧张，因为他整理了一段时间啊，然后这两天开始表态。所以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啊，清俊的股票，我的股票，如果这阵子有在拉回有在整理的，请你多一点耐心，给我一点时间。人家在震荡，在甩盘，在洗轿，你就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，好不好？不要有太多的情绪，也不要有太多的想法，你就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。重点是你跟好跟紧就对了，你听我的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你听我的就对了。今天大盈伟系统他拉到涨停板，我跟你讲，拜黄仁勋所赐，也拜特斯拉所赐啊！真的，马斯克，我发觉哦，全世界有两大的科技大佬、科技教父，一个叫做黄仁勋，一个叫做马斯克，这两个科技界的一个教父。哇，我真的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科技 AI 人工智慧，你一定是看黄仁勋。如果是找电动车，哦，如果找电动车或是火箭 ，Space， 找谁？找特斯拉。而特斯拉他最新的机器人，我跟你讲，我发觉特斯拉的马斯克他现在在做一件事情，他要把特斯拉做转型，你知道吗？他要把特斯拉做转型，哎，你知道他用心良苦啊！我看到他的机器人哦，他未来要推出的那个机器人很厉害啊，我觉得很厉害啊，我觉得他也是辉达的一个蛮厉害的对手啊。哇，那个机器人的真的是，当然操作有人说，当然啦，人家说啊，那个后面有人在控，不管如何。那个都是初阶，以后 AI 会主导特斯拉的机器人，他在他的大脑里面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AI 晶片，所以哦，我认为马斯克哦，他现在在做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看到了未来，他看到了人类的未来，人类的科技未来就是要朝哪个方向前进？各位，这个很清楚了。如果你不相信他，我没有意见。啊，如果你也不相信他，我还是没有意见，因为那是你的选择。我的看法，我站在两个巨人的肩膀上，两个科技界的一个教父，对未来的科技，他们看得很远，他们看得很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我非常认同，这就是台北股市接下来会大涨特涨的标的。各位，大盈伟今天拉到了涨停板了，创新高，所有买的人全部解套。你再看到这几只股票，影汉，你有没有一种 feel？ 影汉今天拉涨停板哦，好，这一只佳能，
机器人不是只有一只，佳能今天在拉到涨停板，和大今天涨停板加速大概20多家，还有这只高峰，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感觉？你闻到了吗？你读懂这个盘面所要告诉你的讯息吗？这一只叫值得，值得啊！然后我刚刚跟你讲的大盈伟，你看懂了吗？你看清楚了吗？今天有多少只股票涨停板？各位能帅，能帅今天也拉涨停，还有别的啊，还有别的机器人今天也拉到了涨停板，金联、全球传动、你看懂盘面了吗？你看懂盘面了吗？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所罗门讲，等一下哦，所罗门董事长说啊，目前平均一个月有250家左右写信来询问机器人相关产品与合作，这是所罗门董事长讲的。各位啊，那个潜在的商机可能你现在还无法想象，这需要时间，这需要时间，未来你就知道了。为什么畅旺机器人刚好特斯拉、马斯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有共识了，我们有共识，我们从黄仁勋的说法，我们从特斯拉、马斯克最近的动作，我们有共识，而这个共识将是各位发大财的机会。你知道我们共识是什么吗？啊，你知道我们共识是什么吗？来，我告诉你，你先拿我这支股票，你先拿我这支股票来，室内电话、手机号码，你对中任何一码，这支股票机器人的新黑马，各位，拿到我这支股票。你来拿我这支股票，我跟你说，真的，注意啊！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请大家来拿，我请大家来拿，啊，有的人蛮捧场的，相信我有来拿，有的人没有来拿，那然后呢？然后这支股票今天它的表现。两根黑 K， 很丑哎，很难看，压力好大哦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跟这两个很像？这两个跟这两个很像。好了，我不多说，先看这段 VCR 导播 check out， 那股票涨停板。10月1号，大量第二，3167，对中任何一码来拿，来拿。我今天的车标也是写这边，对中任何一码来拿。各位，时间回到10月1号，如果那天10月1号你有打，你看不到我节目打电话来拿，然后你10月4号，因为2号、3号放台风假，2号、3号放台风假，那一天很多人看到青俊节目。很多人都来拿，你知道吗？你看那个买盘，那年成交量17000多张。各位啊，我的节目也有不少人在看，他们喜欢我的股票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我的股票吗？你看他就知道了。你看他当天表现，我10月1号给你啊，10月4号放完2天台风假，一开盘没多久 ，biang， 中场锁涨停，那年成交17000多张。一开盘买在51.3，52块附近，各位，今天来到了多少钱？67.5，67.5啊！各位啊，
你只是做一件事情，看到室内电话手机号码对中任何一码来拿我这支股票的，这就是今天我带给你的成果。你那天对中号码的，你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你所付出的一块钱电话费，你得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涨停板。来，你的室内电话，你的手机号码，对中任何一码4567，随便一个数字，只要你对中打电话进来，这支股票机器人最新的黑马就是你的。你看到今天很多机器人股票涨停板，不是涨停板就是大涨，对，风云再起，飙风再起，卷土重来。各位不要忘记了，第四季是做梦的行情，做梦。我知道一定有反对的声音，哎呀，机器人只是一个梦啊，又还没看到获利。那我问你 ，AI 人工智慧不是也是一样吗？啊 ，CPU 细光子这块不是也是一样吗？你有看到他们公司赚很多钱吗？有吗？细光子都还没实行，要到2025、2026哎，啊，跟最近细光子不是都要大涨吗？3450联军赚 0.78， 股价来到247，对不对？很多哎，哎，这涨很多哎，3363的上权来到235，第二季对啊，还亏0.03呢，亏0.03呢，啊上权。所以啊，你不要跟我讲说啊，我要看基本面，我要看数字哦。等到以后你看到数字的时候啊，那个股价不知道涨到哪边去了。现在就是什么，股价有梦最美。各位，机器人，机器人，我真的希望你啊，你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你相信黄仁勋。哎，黄仁勋何许人也啊？黄仁勋有多少财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的能够得到这样的地位，能够获得这样的财富，相信他的头脑，相信他的头脑，相信他的论点。各位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人家已经告诉你地球的未来，人类的未来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机器人相关的概念股，你知道今天中国股市啊，大陆股市很多机器人的股票都是大标特标，哎，都在大标特标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支机器人新黑马4567，只要你对中任何一码，这支股票，各位，这支股票好好把握，4567对中任何一码，这支股票就是你的。进广告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
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。科技啊，什么意思？明天你就知道了。这只机器人心黑嘛，各位。只要你室内电话、手机号码，就像上次对中任何一码，这只股票昨天涨停板，今天再涨停，短短几天40%了，100万赚到40万，这一只股票机器人心黑吗？有黄仁勋的加持，有特斯拉的挂波景，我告诉你，机器人就是未来。机器人就是财富，这只股票室内电话手机号码4567对中任何一码，这只股票送给大家，好好把握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